圣堂的大门早上6点开，一直到晚上10点关，这中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进来。很多非教友也喜欢来圣堂，然后安静的坐下。这边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安静下来。哦，就是，像很多参观者也会觉得这边的气氛会让他得到心灵上的平静。所以不管是教友非教友，其实都欢迎大家进堂，然后自己来静坐。非常欢迎大家。不用，我们每天都有。就是都有2个时段有人在这边服务了，然后如果想了解的话，随时可以问我们，然后随时都可以，然后人没有人的时候，你也都可以进来四处参观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这上面不能上去，是。我们那个主祭台，那个是我们叫做至圣所，就是神父举行弥撒的地方，我们称为至圣所。那这个地方叫圣所，原则上。不要上去，就这个栏杆。但是因为我们人多，我们待会可以拍团体照，需要借助它，就用到那个楼梯，到那个阶梯就好了，不要再往上走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